在本辖辖区内有一名一年级外籍看护遭雇主的性侵哦，经本所到达现场，当时该名外籍看护情绪相当激动，即将该名外籍的看护带还手来安抚情绪，哦，便顺便来了解一下哦情形如何。这到手之后，哦，该名外籍的看护情绪激动之后当场昏厥哈，由本所通知110救护车送往台中国军总医院救治，但是因为有接获劳工局通接获通知，他因为有自残的倾向，所以说另外再安排时间来制作评估。